来玩吧。来，所有人把你的袋子收拢之后，放在你的左肩。对，放在你的左肩。就止血带，止血带，止血带放。我刚讲了什么东西？袋子。OK， 止血带。OK， 放在左肩啊、哦。来，准备计时啊。来，请坐嘛，不要客气啊，好不好？30秒。你们只有30秒的时间。30秒没有绑完你就嗝屁了，这样轻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就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你看我已经给你很宽限了，对不对？这样拿着啊，放着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预备备。放手还放手，到哪里？回旋机下。预备备，右脚，脚掌，脚掌不见，炸掉。开始，不要穿的，不要穿的。这至少要最好不把它穿破。10秒钟。果然你们这些真的都是爱美。15秒。好。我尽量往上绑啊，绑哦，就绑在上肢最后端的地方。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你看嘛，你们这些人哦，一听到什么手掌脚掌不见了、啊、就想要就是说留着一整只嘛，结果回去之后医生还是把你砍在这边，然后再装个椅子，干嘛？你自己精心端操作会不会比较方便？会不会比较方便？你这边边为了爱美嘛，对不对？想说小腿也可以留个一下，这就是面临到你要到底要全尸，还是要一条腿的道理。很显然就有人选择要的是小，我跟你讲，不是说绑小腿不对哦，我就说过离伤口2个指腹、3个指腹其实就 OK， 要避开关节处 OK， 可是问你它离你远啊，你操作的时间就会多花更多，